满地，雪落发梢，唱一曲在梦里抚琴。忆过往未曾落一笔，叹众生万般皆是你，求不得此生与你缘起尽化影，怎奈一往情深。夫人，绣鱼网呢？我们家三代武将，我针线活不凑手也是正常的吧？不趁手还做什么？我国师府会赏你一件衣裳吗？这不马上要开春了吗？下个月是你的生辰，我想亲自给你缝制一件春衣。我来吧，来，给我。你也会啊？我从小在外流浪，不像某些人，这个也不会，那个也不会，他怎么活得下来的？你取笑我？我哪敢？现在我们成家了，以后就不用流浪了，春夏秋冬我都陪着你。
夫人，明明是你送我春衣，怎么变成我帮你缝了？这样吧，我教你。我这笨手笨脚的，估计也学不会。夫君那么贤惠，干脆你帮我做一件春衣吧，我去挑选布料。都为你缝春衣。小姐，小姐不好了！怎么了？宫里来的消息，江小姐，丽嫔她……阿月怎么了？你快说呀！她死了，葬身火海，一尸两命。可能，我现在就入宫。不必入宫，你跟我去个地方。阿姨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，他可能撑不久。阿月，他到底什么情况？你给我说清楚。明月楼莫名失火，江小姐惊吓过度，险些早产，胎儿体内的寒毒已侵入母体。阿月的孩子怎么会也有寒毒？老皇帝吃了太多丹药，多年积攒。阿姨，对不起，李痴重创斩玉阁之后，幸存的众人都蛰伏起来了，所以才导致宫内的消息流通不准。阿兄知道了。小侄去找他了。说那些话我就不该听，我应该把你打晕直接带走，不应该把你留在宫里。那天说的话让你伤心了，阿言，其实有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你。有时候我真的很羡慕你，羡慕你有父母的疼，有兄长的保护，所以你可以什么都不怕。阿月，你也什么都不用怕，我保证从今以后我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。你好好活着，听到没有？你没事的，知道吗？你为我做的已经够多。自己太懦弱，我以为只要我听话顺从，他们就会放过我。我错了，越是顺从，他们越是死。我记得，阿月，阿月，你痛不痛？阿月，我这一生谨小慎微，没有做一件坏事，最后。
个这样的结局，没有结局。阿玉，你听我的，阿雄还在来的路上，你等等他，你等等他。伯伯，伯伯，我求求你救救他吧。阿玉，他才19岁。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，婆婆，我求求你，救救他吧！夏枯之间的毒素已经侵入了母体，孩子或许还能活，但是这位姑娘，怕是神仙也难救。阿月，阿月还有办法的，阿月，你相信我，一定有两全的办法。你还记得吗？我们约好的。我们要去幽州，带你骑马，我们去看塞外的月亮。你答应我，你不要死。那这次你救救他，我求你救救他，你想想办法，你救救他。冷静点，听我说。我可以用内力调入他的性命一刻钟，让孩子免除了。但是那里催放，他母体将会痛苦至极。解开江姑娘的衣裳，还请国师回避。夫人，只有一刻钟的时间，你要帮助江姑娘将孩子免出来。阿月这个样子，如何将孩子免出来？阿月，帮帮我，帮帮我！我来帮他施针止痛，你来将孩子取出来。取出来！动手！动手啊！帮帮我！没有别的办法了，你再折腾下去，他只会更痛。Thank you.
春夏风，轻叩香木门，烛火打断我枕寒眠，夜色正时分，惊雷滚，又惹新旧梦，窗帘留有的温存，从前的